在你眼前，呜呼，你来的这么快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谢谢土爸送的八个奶茶，谢谢。快哦，你们真的好快啊！我也没有提前跟你们说我要直播这件事情。什么听 live？ 去吧去吧去吧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刚刚吃完饭。然后我就打算就是给你们直播一下会。今天感觉好像学姐的感觉，有吗？晚上好，嗯，因为我在哼啊。Hello， 谢谢阿宇送的荧光棒，嗨嗨嗨嗨嗨，晚上好，嗯。谢谢小雨励志做赌神送的玫瑰花，谢谢谢谢。晚上好哦。你没有幻听，因为我刚才的确是哼了两句。对，谢谢橘子送的荧光棒，你被洗脑了。谢谢和王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柠檬雨送的奶茶，谢谢巨兽送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七角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SNH 48被洗脑了，绝了！踏踏踏踏踏踏！谢谢去第四球送的二十个荧光棒，谢谢路过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，离这么远都看清楚，耶！能看清了，谢谢浩泽的荧光棒。谢谢金鱼送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真的，你们真的就是这首歌从开头开始就非常的，就是大家已经就练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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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。谢谢巨兽送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小娟送的荧光十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今天好累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木南风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嗯，怎么说呢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云姐一共几，云姐应该是14个节目吧，14个还是15个节目，然后我们就是回来15个节目啊，然后回来就是算了算，就是从加大哥加上 unit 一共上了7首歌。今天看了好多表演，对，就是我们已经就是预想到了今天一定会很就是很赶，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赶，就是在后台，就是后台那个阿姨，就是给我们换衣服阿姨说，我天哪，你们几个人今天是赶场子吗？就看到我们几个人下了这个节目，然后就疯狂跑着换衣服，然后换完又下来，然后阿姨说，哎，你们跳完了，对，阿姨，我们又改下一套衣服，就很好笑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就是我从学校回来，我为什么那么着急，就是我那天晚上一下飞机，我就直奔了那个练习室，就是觉得要学的太多了。我怕我自己学不完，我就抓紧时间去学。谢谢 ZYX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我换衣服的确是换衣服更快了，就是从一下那个口，然后就开始喊，快闪开闪开闪开闪，换衣服换衣服，抢装抢装抢装，就这种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今天一结束，然后我回来，我就觉得腰疼，腰开始疼，头也疼，我到现在我都还头疼，我不知道咋了，可能是因为就是昨天可能练的时候出了点汗，然后回来就是房间是开着空调的，就一下子可能着凉了，再加上没睡好，就
我现在还是有点头疼，倒是没感冒，就是没有其他的反应，就只是有点头疼。脚步，今天第一次线下，你好，谢谢，欢迎你多多来线下看我们的公演，好吧？粉嫩少女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花开富贵上线，对，没事，我就给你们就是小播一会儿，然后我就休息。再过3周你也能来线下？救命！你们是魔鬼吗？哎。今天云姐的生日公演刚刚结束，然后大家就开始期待你的生日公演啊。然后呢，你生日公演见了。然后呢，啊什么？你现在就要开始搞自己的生日公演啊？然后你们真的是魔鬼，你们真的很魔鬼，哦，真的。好歹让人喘个气，是不是？好歹让我今天晚上睡一觉，然后明天早晨你再起来告诉我，你要开始准备自己的生日公演了，对不对？我好歹也心里稍微好受那么一下子。啥时候生日公演？应该是10月23号。对，嗨嗨嗨嗨，你不。你们仿佛在催更，真的像催更一样。对，谢谢白白送的99给你光棒，谢谢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毕竟时间有限，然后没有办法，就是说通过这一场公演去全都展示出来，只能说是我尽我自己的努力去，就是全力去展示，就是我想展示，我都给大家展示这样。好吧，花园舞曲真好看。我主要是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大反应，因为我之前也不是说没就是走没有跳过这种风格，对，就是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反应这么大。你们又不是第一次看我就是穿裙子，是吧？我还没有感冒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浴室，但是呢，吃喝喝点药应该就好了。对，你们今天看到的都是我第一次穿的，对，就都是我第一就是什么无袖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穿，我好像是第一次穿那么少的衣服在上衣在那跳舞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因为我之前都不会穿，就是无袖的。然后还有古装也是，然后就是古画那套衣服也是。然后第一次跳花，就是第一次给别人当花，这的确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就是给云姐当花，我觉得值了，我觉得值了，嗯。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，穿，也不是说穿太少了，可能就是，因为我们经常就是会，去，就是这两天就是一直在练嘛，练完舞之后可能回来就是空调温度有点低，然后就是经常这样来回，就是冷热交替会比较多，所以就可能一下子顶到头了，所以就头疼，对。嗨，晚上好。今天我俩都很卷，那云姐准备好长时间呢？对，我也没有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这个，对啊，就是暴汗，就是。
你排练完了，然后你就想回房间休息，这个东西，我回来之后我就赶紧洗澡啊，换衣服啥的，就是也没有办法，可能，唉，有的时候就是避免，没有办法避免，再加上可能最近有点累吧，然后免疫力也没有以前好，对，可能就是这样吹一下就很容易头疼，嗯。在张北草原冻的啊，这那么冷吗？我的确是我等会儿下播我就去喝个999。我明天非常的满，我明天呢约了上午10点去拍那个照片，然后下午2点赶回来排练，然后因为我会陆续的就是公演换站位嘛。后面陆续就是慢慢都要就全都换完，然后明天下午2点排练，排练完，然后我就去录歌，就是很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就跟你们说了，我说就是以十周的名义这首歌，我就是要把它录出来，对吧？很早之前就跟你们说过，然后外面就是很巧，云姐这次她也唱了以十周的名义。我就明天约了，就是约好了，等那个下午2点排练完，然后我就去录歌，然后录完之后就发到那个网易云上面，对，这样的话也方便你们听。今天很神奇，就那套衣服，因为大家之前都是选，就是提前选了。然后等我下再上去换衣服的时候，就是随手拿了一套，然后大家就说："哎，你为什么没有袖子啊？"我说："我才意识到，哦，我原来没有袖子，这大家都有袖子，然后我随手拿了一套没有袖子，就很尴尬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随手拿了一套，我就上来换了，因为赶场，就赶时间，就蛮有意思。"今天肯定要早休息啊，明天一整天，明天还要去把看下来，看他怎么样。说医生说没问题的话，就要把它切回来，然后但是不能跟 coffee 养在一起。说是什么？说是就是就不能共用猫砂盆啊什么的，会传染，然后要观察。半个月就是彻底没有之后，他俩才能在一块儿。对，还没拿，他还没有放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。Hello，晚上好，谢谢无尘奸商送的奶茶，谢谢，谢谢卡农卡送的奶茶。就是昨天他跟客服说会来这边办事情，然后放到这边的派出所，然后我们说好，然后刚才打电话，然后他就跟客服说，我还没有放过去，说我尽快放过去，然后我们问就是大概几点或者这样，然后说这个还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放，然后说。等他放过去，就是会短信联系，就是通知您是在哪个位置，然后你再过去拿。当时我跟客服说，我说他昨天就跟那个来这边办事儿，然后顺路放，说了是今天会放这里，现在就还是没有放过去。然后我说你们给我的承诺是48小时之内放过去，但是他昨天给我的承诺是今天就会放过来。到现在都没有放，我不知道他想干嘛。然后我就直接跟客服说："我说是你们给我承诺的这个时间，包括是司机承诺的这个东西，我就说我说希望你们就是你催一催司机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告诉司机，然后如果就是说不行的话呢，那我可能就直接去派出所，然后跟警察叔叔聊一聊。哎呀，对，就是，
我态度蛮强硬的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说，就说就是在帮我催，然后让他尽快放过去。我也不知道，耳机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很，我就希望这个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，哎呀，那么的，懂吗？就是不想把一个人想得那么坏，但是，的确是有被这个态度震惊到，对。卡一般是不会掉的吧？谢谢 Singularity 送的奶茶，谢谢谢谢。来看柚子花是什么鬼？今天你们都看到了，御姐风，就是我觉得 Quizzle Girl 算是御姐风。谢谢浮沉师送的奶茶，是吧？然后完美犯罪是帅气风。然后古画是古风，然后花园舞曲是花风是什么？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谢谢 ECHO 送的奶茶，谢谢。你掉过手机下车忘拿了，手机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很容易找吧，如果是落在车上的话。谢谢薄荷嫂嫂的一个包。嘿嘿，其实就是，就是古画的那套衣服，我也是第一次穿这种风格。然后彭佳敏就回来，彭佳敏回来跟我说，真的。你搞一个古风的舞台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我说我也想。谢谢 DUCHI 送的奶茶，对。我说我也想，但是的确是时间有限。我说我只能说，等后面有特殊公演我再去准备。对，这个的确是。谢谢 CYS 兔逗号送的奶茶，谢谢聪明蛙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反正我知道，我就是慢慢在每一个舞台里面去摸索自己适合什么风格。我的是，一共就那么点儿时间。第一次看的也很开心，可以来双马尾萝莉风，那不可能。我连改造型的时间都没有，我还跟你双马尾，不可能，没有时间的。你在想什么啊？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么点时间，你要是能，就是换衣服啥的，你能来得及就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就是，虽然是生日公演，但是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对不对？只能说等后面就是有时间再说这个样子。我双马尾之前有过双马尾啊，要看你就去翻以前的，好吧？要不你就等之后，15分钟啊，就15分钟。15分钟想让我干啥？说 那不可能！我跟你们讲，你中间下来换衣服就很花时间了，然后你再去搞造型根本不现实，好吧？你们就等之后有特殊公演，或者是就是说。之后有时间就再看，反正生日公演是不太可能，生日公演就不要执着这件事情，
啊，你要是现在想看我双马尾，你就去补档以前，以前我扎过，要不然你就等到后面再看，好吧？谢谢索引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我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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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。阻挡哪吒，不要吧！我又不是没有双马尾可以看，为什么要补哪吒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 Q 到我唱歌了？你们变得好，你们真的啊！这个话题说改就改，啊，朋友们，哦，对了，七号换了 unit，7号上无罪无我，好吧。因为我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跳无罪了，所以我7号换了一下。谢谢是鱼辣酸奶茶，因为我看他们现在无罪无我，就是穿白衬衣嘛，然后我就想啊，我来了，对，嗯。因为我还没有就是穿纯白衬衣给你们跳过无罪无我，那我，所以我就要赶紧，白衬衣无罪无我一次。为什么打劫？在后面玛卡巴卡吗？7号见，你们7号来看公演吗？反正我7号在，然后。14号不在，因为14号我要回学校。嗯，其实我时间蛮紧的，我没有多少时间排练。这么一想，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。天呐！结语者跳过，跳过，跳过，嗯，跳过。你可以去补档，你可以去补档。建议你去补那个双麻花那一场，就是双马尾，然后麻花辫儿，我很喜欢那场。然后，嗯。华贵膝盖破皮的那个舞是的，救命！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不会划破皮了，嗯，超话有补给站、补档大礼包，对，现在地板改了，非常滑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跳花园舞曲的时候，真的走路都不会走，而且阿姨给我找了细跟儿的，人家是粗跟儿的，就是那个跟儿底脚扎的非常的稳，我那个细跟儿，然后又不好穿那双鞋，我走，就是我站这儿我都可能会晃，我就在努力的控制自己。不要让自己崴到脚，太吓人了，真的。晚上好，他不是跟这个跟地板无关，是因为我可能就没有缓过来，就前面运动量太大，然后到后面没缓过来，然后我的腿是在发抖的，就打飘的，
然后就再穿上那个细的高跟鞋，你就会觉得更陡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欢悦舞曲很慢，就是很慢，就是避免自己会崴到。只要我能卡上拍儿就行。太吓人了，最近树上太多了。反正怎么说呢，还是要注意安全吧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，就是觉得说我可能是我长相帅气，大家就会觉得哎呀，他很瓜，他很帅呀，巴拉巴拉的。但其实，之前我也跳过很多就是花的那种舞，然后我对自己没有定义，说我一定要是什么风格，我会去根据这个节目去切换自己的风格，对，谢谢洛桑送的荧光棒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你们已经习惯了，就是我觉得你们已经习惯了，所以说我没有想到你们会这么意外，对，谢谢百度送的荧光棒，对。你觉得我长得很漂亮，不仅仅是帅，谢谢。只是没想到我直接怼在镜头前，你们是没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出来是吧？因为我是牵镜头的那一个，就是要给他们时间去下场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占那个位置，所以就是让我在那里去切了一下镜头，就是炙热的那个版本，对，很多重影，你会看到好几个我在那里跳舞，对，今天花的很彻底，压根儿没觉得我上这首，突然游击上来。禁忌多重存在，对，对我还特意去看了好几遍朱瑞的那个版本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擅长这个风格，然后我就去看了就是他们原版，然后去努力的去学一学那个感觉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多倍快乐。对，因为我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多重体验。对，不仅仅是就是帅气帅气，平时看很多嘛，那就可以多来几个其他的风格，对不对？今天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吧，我以后可以搞一个，就是我一个人当花，然后其他人都当瓜的场景。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们想想，我是那个花，对，瓜园舞曲，我是那个花，然后对面有将近20个人，就是穿了一身西服，然后呢，然后非常的帅气，就是整他们每个人最帅的那个造型，然后就站在我面前，然后站一个斜排。这感觉，是不是很爽？我没有，什么啊？这是可以实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生日公园是不可能。如果说我有半个小时的话，说不定可以。
谢谢白粥布丁送的荧光棒。反正呢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有一个这个想法，说不定之后呢，哪一次有机会我就搞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快乐？我一个人当那个花，然后其他所有人当瓜，然后就站在我对面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不包含吧，对，对，所有人都是我的依靠，对。瓜园舞曲啊，让我们想想之后，万一有哪个舞台可以，我们就搞一个瓜园舞曲，好吧？我深宫的节目其实都已经定好了，我深宫的节目很早就已经定好了。就只是还没有开始排练而已，对，也不是说还没开始排练，其实已经我能排的都已经就是提前已经扒好了，现在唯一还有一个节目比较需要细抠，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就是心里有数了已经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聊的所有的节目都是不会在生日公园里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的需求，但是呢，的确生日公演他做不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就只能先按照我原本的计划去搞。哦，那也不至于等到下个生日公演，那万一是吧，万一对吧，慢慢来，还是有很多想法的。其实对舞台的话，其实这次你们应该也会感觉出来，对，怎么说呢，节目我的要求就是节目不在于多，但是我会把每个节目都扣好，万圣节有没有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整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这是瓜园舞曲，然后给他们一人找个伴儿这种，然后两两一组，然后。在我面前跳舞，太刺激了。哎，不对，不行，官员舞曲不能这么安排。官员舞曲就是只能就是一个花，然后其他都是瓜。什么时候什么节目可以搞这种就是两两一组的呢？夜蝶，我们整夜蝶，然后呢让所有人都上，然后两个两个一组跳夜蝶，然后呢我就拿个小马扎坐在最前面，然后我就跟你们一起超 V， 我是你们超 V， 我超超超 V， 然后我就坐在前面看，太爽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爽？对，我拍我摄像机，我摄像头，我给你们拍 vlog， 然后超超超超 v 直拍，然后呢，我还就是从那边扫了这边，然后每一个组我都会给特写，你知道吧？镜头推进拉回来，推进拉回来，然后还是配合每个人细节放大放大放大。太聪明了，机智如我。绝了。不啊，那我可能就是选一个他们不会拒绝的不就好了。拿着红线。
然后把它们穿起来。甜蜜不知不觉，让微笑都已成禁忌。当天我就是最亮的月了，谢谢塞纳和永远的神送的玫瑰花 YYDS 神秘仪式转圈圈。嗨，晚上好。才十点，哎，才十点我就已经困了。今天的我怎么那么紫？因为我穿了一身紫色的衣服，所以我那么紫。那么紫，是需要，这就不需要解释了。直播睡一会儿，我睡不好，我这个人对睡觉很敏感。那你就先老老实实的把身体养好了，再去想别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你这跑过来跑过去的，对吧？今天老夫夜观天象，一早睡。哎呦，今天适合早睡，那你们也都早睡啊？怎么戴个眼镜就是老师了？啊？戴眼镜不是老师的标配啊、而且你们以前就是以前我戴眼镜大家会非常惊讶，现在就习以为常了，已经现在真的习以为常，以前大家就啊今天又戴眼镜，现在就毫无感觉，就觉得我戴眼镜很正常。我不近视，什么玩手机标配呀、啊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我手穿过镜框的手，看见了吗？我不近视，这就是个镜框，嗯。让我看看哪个假粉啊，让我看看哪个假粉今天还说什么要一起看直播吗，我说我就在直播里面啊。然后呢另一个假粉笑这个假粉，哈哈哈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什么1:45就开始直播了，我已经拿好纸巾然后坐在屏幕前准备好了，然后我说你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，我们什么时候1:45公演过，就是吧，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比什么，就是两个假粉就在这相互的这里切磋啊、嗯！谢无语送礼物，我在当时我在想，我说我是在一边跳空眼一边给你直播吗？我把手机拿在手里面，嗯，看谁更假。谢谢 VO 送的两个奶茶。谢谢莫弟弟弟送的十个巧克力，谢谢谢谢。实话实说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没有看见我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粉丝也认不出来我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我看见我这个苦涩的表情。谢谢笑笑送的巧克力，谢谢流川公司的。谢谢小娟送的玫瑰花，谢谢 ZUS 送的奶茶，谢谢。哎，真的，我已经就是说怎么说呢，人心态就已经很好了。因为呢，就是之前也是因为认不出来我这件事情，我在口袋里说过太多次了，然而没有任何卵用。到后来我就不说了。谢谢无名送的荧光棒，所以我从来都不指望。我上班下班的时候我的粉丝可以认出我，我就一般来
就能上班之后，就会在群里说，嗯，我今天上公演，就是谢谢云哥送的玫瑰花。然后呢，我今天看了一下回放，然后大家就，我看有弹幕说，有没有上公演了？不，还说有没有回来了？当时我就想，是的，我回来了。对，这个周不刷盘子，这个周在嘉兴路。嗯，我内心的苦涩谁懂？你们真的不懂这种感觉。我人已经在上面跳舞了，然后他们就说有没有回来了？啊，有没有上公演了吗？真的是。唉，以后我每次上公演之前，我就提前在口袋里说我这我回来上公演了，今晚不洗盘子。我今天这么好认，你们竟然认不出来啊？我今天在台上，你们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吧？生气。跳公演的时候有没有认出来？跳公演都要再认不出来，那是真过分了。今天第一首《白西服》你都没认出来，天哪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简直了！你是别人粉丝吧？啊？啊，我大河出来的时候就很好认呢、啊、你们又不是看不着我的脸。真的手机要被我捏碎了。大河那么暗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前两首歌就是我穿那套黑金的衣服，你们知道有多小吗？你们知道有多小吗？我穿那个上衣都举不起手来，所以你们知道我今天在跳舞的时候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是我不会去在乎这个，可能那个时候不会在衣服，我会去就是去全力的跳那个舞，然后还有那个我在直播哦，给你拿了快递，好，然后那个裤子，你们知道那裤子有多短？我穿了那个高筒靴，我的裤子就刚好，刚刚跟我的那个靴子的那个边边是在一条线上的。谢谢卡农送的奶茶，你们就是可想而知，真的。所以我一般在七分裤，真的，我穿了那么高的，就是那个长，就是靴子，就是它那个边，我的裤子的边跟那个靴子的边就刚刚卡在那上面，我蹲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衬衣不会出来吧，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好几次衣服被撑的声音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天哪，我不会把衣服给撑坏了吧。啊，太吓人了。唉，就是那套黑金的裤子也短，然后那套白西服的裤子也短，我就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穿上，就是
我当时穿上的时候，就是穿那套白色西服的时候，我就下意识的，我们几个人换完之后，就是看了一眼裤子，我下意识的，我也没有去想太多，我就说，哎，彭佳敏，为什么你的裤子这么长啊？我是真的下意识的就说了这句话，我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裤子这么长啊？为什么我的裤子穿上就是这样？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裤子的问题？然后后来我又去看了一眼姑姑，我发现好像跟裤子没有太大关系。嗯，笑死了。然后他今天下来看看弹幕，然后大家在说，他又在跟我吐槽。没有，他打不过我。刚掰手腕这一点儿，他就真的那样。凌晨要给我掰手腕，掰了一大顿，啥也不是。右手掰不过换左手，左手掰不过直接 KO 了，直接再也不要给你掰手腕，再见，再也不要给你掰手腕。还行吧。哎呀，我困了。王者 solo， 谢谢谢谢 ，hello hello， 别掰手腕了，王者 solo， 你是要他命吗？他得练到什么程度，他才跟我 solo？ 那还不如给我掰手腕呢。掰手腕好歹还有可能，两只手再加个脚，说不定能掰过我。你让他跟我王者荣耀 solo， 你确定你不是在？笑死了！你知道他那天晚上就单手掰，他掰不过，然后他就要跟我双手掰，我说行。我说那你双手我单手吧，我觉得我已经够让了，对不对？就他双手了呀，他双手我单手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他，我就是很佩服他的骨气，非常有骨气。你知道那天玩游戏，然后他就在旁边说：“哎呀，我想练个战士。”说：“我想练个战士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就练呀。”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：“镜是什么英雄？”我说：“是刺客。”然后呢，又跟我说什么云中君。我当时就想。注定是没有办法一起打排位。哎呀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咱就先把射手，或者咱就先把射手练好了，行不行？咱就先把辅助练好了，行不行？嗯，非常执着于那天跟我说我要是拿那个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一个射手叫那个什么来着，就手很长，伽罗。对，他说我要是拿伽罗去打排位，你说对面会不会打我呀？这话我怎么回答？我说伽罗其实手蛮长的，但是你不能就是说自己往前冲，你要跟那个辅助配合好。对，就是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拿伽罗，就是拿什么打排位？我说你还是先去匹配练一下吧。对，
谢谢白衣少年送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伽罗怎么说呢？伽罗就是发育起来是很厉害，而且还需要看辅助会不会玩。嗯，明天还要早起先睡，去吧。我也不行，我也要睡，我好困，我好困，我觉得我眼睛下一秒就要闭上了。我要去洗个澡，卸妆睡觉了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白少年送的奶茶，谢谢。